最新消息要带您来看到是嘉义城隍夜巡，在昨天晚间的重头戏就在中央喷水池前，这个 3.75 公尺高全台第一座的城隍机甲揭幕了，场面非常震撼。全台独创神尊机器人高达375公分，嘉义城隍天卫机甲现身嘉义市喷水池，满场亮炫彩纸，众人的欢呼声中，城隍机甲震撼登场，人手一机，赶快来捕捉这精彩画面。嘉义城隍庙夜巡侏罗城绕境活动重头戏就是城隍爷这充满科技感的造型，威严稳重的神圣站姿意味着守护嘉义市民的平安，现场也进行文判比开光仪式，大批信众一同参与着盛大活动。 AI 科技创新结合来吸引年轻族群，今天的喷水池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年轻人所以说这次所办的活动非常非常的成功。现场释放绚丽烟火，相当热闹。另外还有3只2.5公尺高的机器人走入文化路夜市，发放平安符跟糖果，与民众同欢，仿佛一场华丽的嘉年华。记者张志荣，嘉义报道。